有機會去探。哦，奶茶是否齊備？好有內涵。大香港的那個熱的比較好。啊。先攞嗰啲張誒，熱嘅哦，黐緊鼻啊，係咪啊？感覺點啊？你而家嗰啲手勢咧就做到咧，佢撞下一樣嘢咧，應該就個令到好滑。所以我第一係就攞個滑字先。幸運啊，又見到梁仔特首夫人，係嘛？又去做埋評判先，好開心咯！因為始終到咗咁嘅年紀，能夠攞到雙料冠軍，即係好榮幸，好開心。沖一杯靚奶茶，首先梗係要講茶葉嘅質素啦。茶葉嗰質素咧就係佔咗五成，功夫咧就佔咗五成，十足十咧就要俾啲心機落去。如果你唔係俾啲心機，求求其其咧，就根本就沖唔到一杯靚嘅奶茶俾啲消費者飲嘅。